女人真心疼爱你，一定会有这三个小动作。在男女接触交往过程中，你会有一个错觉，她是不是喜欢我，但是又不能确定。其实女人喜欢你，就会对你与众不同，此时表现你一定会有所察觉。女人喜欢一个男人，她会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表露。一般来说，女人表现出以下三个细节，说明女人真心爱你：莫名其妙吃醋，对你忽冷忽热。感情是微妙的，吃醋是女生的天性，她会因为你某些话或者做的某些事情而冷落你，也会因为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会吃醋而不理你。这个时候她的内心是很不舒服的，神情不太自然，甚至恍惚不定。相反，会因为你对她的关心或者让她感觉你也喜欢她的行为和语言，她会非常高兴而对你更加热情，特别喜欢为你下厨。如果女人特别喜欢为你下厨，说明她真心疼你。女人表达对一个男人疼爱与呵护，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亲自为男人下厨。男人喜欢吃什么，女人就做什么。即使女人不会做饭，女人也愿意为了男人而去学习。女人下厨只为了抓住男人的胃，进而进一步俘获男人的心。女人下厨是一种手段，其最终结果是想要牢牢抓住女人的心，让男人永远记住女人的味道。喜欢听你聊天，听你的话。女生往往面对心仪对象时也不会变得健谈，她所做的就是无论你说什么，她都会听得很专注，并且善解人意，对你表示理解和支持，对男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认真倾听，甚至细细琢磨。如果男人说他今天衣服穿得很棒，很好看，那我跟你讲，女孩明天会继续这样装扮，或者是故意穿得不搭配。不管怎么样，女孩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吸引男人的注意力。女人天生就是被动动物，当她们爱上某个人时，不会很轻易地表达出来。这时候作为男人要懂得女人的心思，或许你暗恋的某个女人其实也已经喜欢上了你，